希望各位街坊能夠支持我，一同遵從喺本區為各位街坊做地區工作。各位街坊，我哋嘅下一代係需要一個公平、公正嘅社會生活。希望各位街坊，如果關心我哋自己嘅子女嘅話，希望你哋能夠喺11月6日投下你哋支持我哋人民力量嘅一票。多謝各位街坊支持。 有啲交通上面，我知道係要極力爭取24小時嘅通車，24小時嘅巴士線，或者係24小時嘅巴士，所以喺今後嘅日子，我將會盡我嘅所能，我係一號張淑文，我將會盡我嘅所能為各位社會區嘅街坊爭取對外交通問題。各位街坊，我需要你哋嘅支持，希望各位街坊能夠喺11月6日支持我，我係一號張淑文，多謝各位街坊支持。 各位人民力量嘅支持者，你哋好，我系人民力量前线社会区嘅代表张淑文，我系 Maggie。其实咧，今日咧嚟到呢度咧，我觉得都好大嘅感触，因为我从来都冇谂过我会代表人民力量参选嘅。不过我觉得我冇后悔到，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光荣。 因为我要为我哋嘅小朋友，为我哋嘅下一代去争取真正嘅民主，所以我希望透过呢一个活动，能够唤醒更多嘅父母。即使呢条路系有几漫长，只要我哋团结，我哋一定有公平公正嘅社会，有真正嘅民主。多谢大家。